分局近日发生多起住宅窃盗案件，犯嫌以闯空门的方式窃取现金还有黄金饰品。那经分析研判，应为同组犯嫌所为。经本分局专案小组连日追查，最终在云林地区将三名犯嫌逮捕归案。目前清查发现，该组犯嫌至少犯下五起住宅窃案，得手新台币约88万余元。三名犯嫌作案分工合作，一人租用车辆，一人在车内把风，另一人则下车以徒步方式进入民宅窃取财物，在得手后再到外县市的银楼变卖。那本分局在侦讯后，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因三名犯嫌近期在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还有屏东地区都有他们的活动踪迹，那我们怀疑犯嫌仍涉及其他的住宅窃盗案件，将持续扩大清查，并呼吁民众如果遇有类似的手法案件，请尽速向警察机关报案。麻豆分局提醒，警方非常重视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犯罪案件，会立即查查溯源，尽速破案，以安定民心，稳定治安。那民众如果发现可疑人车进出，也请立即打110报案电话，来共同维护社区治安。